大家都上来了吗？都上来了。有远上来，我们有远程枪吗？我一乘六妹 SKS。嗯，可以往前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他们？正在看，但是我没有止痛药，后面。后面？什么后面？没有啊，没有后面啊。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借颗止痛药，借颗止痛药，拜托。这个时间没有人在借止痛药的了啦。靠北，我要怎么借？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像到了，好像要下去了哈、哦，下去了，感觉打下去了。就地板上，帮你。哦，师傅。慢慢走，不急。他们打完还要捡尸呢。你就看着那个远处，然后看有没有。我慢慢又移过去，只怕他们跟我们同一层。对，那声音是下面的，楼下，楼下，在楼下。楼下，确定是楼下的，很凶的 M4。继续前进。走到哪去了？啊，你跟我趴在这里干嘛？我是有带长城的镜子，趴在这边。跟上哦。现在到哪了？我到你后面了。我到商店前了。我到转角快了。啊、哦？他们停火，可能会听声音哦。嗯。一眼看过去，没有看见人。我们要往下看喽。哦，队友跟来吧。当然没有啊，后面两个。有撞就跟我一起了。只有我跟你啊。往前看喽。哦。太雾了。嗯。再等一下，他们往 Kiba 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人了要？对，他们在 Kiba 门口，直接冲过去吗？我们用走的走过去，直接过去架了。他们打开也会蹲在里面，嗯，只怕他们有人在外面，在外面那就是命啦、啊。拜练，你可以先去撤离点啦、啊。拆铁是吗？有。你们注意，我看前面。现在还有谁活着？我在你后面。大家都还在、啊。对，大家都在，大家都在。大家在啊。但我听到轻微的拆铁声。会是人踩到吗？还架着吗？门关起来了，他们可能在里面搜、哦。嗯。先看着。家门口。对，家门口。那我过去了。然后蹲着还是站着？蹲着比较好。我蹲着进，稍微大步进走过去。欸、你是拿什么枪 ？PP 吗 ？SKS。太神了。哦，那是那个 SKF， 他们在打里面，所以人在里面。先不要理 SKF， 让他们打。先让他们打。他们不反击耶？难道是装备其实很烂吗？要开门喽！他们走到门口喽。好，开门喽！开打！开打！开打！装备很好，被我打死了。还有人吗？还有，还有，里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走了，看到了吗？没了。你为什么要挡我枪线？还在里面哦。对，枪比较烂的先留在楼上，装好的跟我一起走。现在让我走，架一下，他们有什么动态，随时动。hold 一下，吃了我嗑药哦。OK， 刚刚怎么看不到人？他在里面，在里面看着门口就好了。好，前夜帮我们看我们附近，我怕有人穿出来。下去，我在看，我在看门口、哦。看得到吗？对，在前面。我看到黑影了。他刚刚在柜台。
柜台。他在柜台打出来。来一个柜台，前方的柜台在后面的柜台。前面那边有枪，说不出来。我打死，还在。刚刚那个是谁的枪声？我的。SS 有打。啊靠！那个，他也在里面。小注意子弹，注意弹量。我补血一下，你的状态怎么样？很稳，但是问题是我现在，他现在还在。Hunter 是谁？上面有人。对，你先跑，你先跑，我掩护你。他跑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到转角，我掩护你啊。我现在在 Kiba 对面。好。我在 Kiba 转角而已。好。是二楼，对面二楼。对，对面二楼有人。好。我们这边二楼有人。对，你们那一边，在你们对面而已啊。先不要，先你们先不要打，因为你们装备怕不行。跑步声是你吗？是我在跑。不是。里面的人，哦、我看到。打得死他吗？有另外方向。有，对。你们没有看到吗？在我们下来的方向。我看到。他死了没？没有动，应该。我拉血。我也在拉血，我也在补弹。他刚刚在那个踢门。哦。我被包围了。看。听一下，你现在在哪？我现在在帐篷区，我安全了。我在车后面。好，我现在在 Mantis， 我现在在 Mantis。后面有人。我倒了。他倒了吗？还是他倒了？我倒了。Kira Kiba 那一次你看得到他吗？我现在在车后面看不到。好，只剩三个满的弹夹。我剩下两个。我们那边往后推了。很扯哎、欸！我的子弹打他的子弹打得出来，但是我不去哎、欸。没有，都这样，本来就这样。你那边状态是好的吗？好的，我还活着，但是楼上把自己整个人救起来了。都还没杀掉吗？还没杀掉，里面那只可能重残，但是还没死。不知道是队友还是。你现在的位置在中间吗？我在二楼商店里。商店里了。我商店里，我没有办法出去，他架在这条路。刚你被打的是落地窗那个方向打来吗？他在中间，楼梯。他已经走到中间了，已经走在中间了。哎，是 Hunter。他现在在。那他是 Hunter 那一边，你那边应该是不会被 Hunter 打。我们先把 Kiba 店那只烧死，我来问路。OK， 我等你汇合。啊，那个楼上你归的越死越好。哎，我被炸死，操！靠边。楼上。跑步声，等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 Kiba 对面这间里面。我刚刚装甲房有声音，所以那个是敌人。跑步声，刚刚是我在跑步。好，我现在 Kiba 这间对面哦。我们直接啊，不要先看，不好进去哦。把啦，躲。死了爆头之类的，他在上面，他从上面打你，那个应该是他的队友。你死在哪？路上，侧面那一条路上。Zero Two， 身体有两个 PNC 死掉。哎、欸。